缅甸军方与武装组织冲突，至少19人丧命。缅甸军方和当的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，军方今天在偏远的掸邦 Shan State 北部城镇和一支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再度爆发冲突，造成至少19人丧命。缅甸军方消息人士表示，19人在战斗中丧命，还说有20多人受伤。缅甸军方今天和塔安民族解放军 TNLA 爆发军事冲突。 TNLA 是缅甸北部欲争取更多自治权的数个叛乱组织之一。 TNLA 发言人麦爱觉 MAIK KIA 音译少校说，冲突地点位于掸邦北部两个城镇。他向法新社表示，战斗从今晨五时起发生在三个的点，分别是木姐 Mews 的两座军事基地及一座通往拉蜀 Lashio 的桥梁附近。